犯人自杀了，快把自杀的人送医院。两个人同时自杀了，林雪的血止得还算及时，芥川头部的外伤虽然不是很厉害，但有没有引发脑震荡现在还不清楚，还有目前他的心脏不太稳定，两人都需要留院观察。心脏？芥川心脏的毛病是一直就有的。这两个人是军事重犯，很快就要押回东京受审，多派人手密切观察。是。终于还是回来了。山田处长怕发生意外，派我们过来，以防不备。你们两个去楼下巡视一下。嘿，先生，您受惊了，我们都安排好了，赶快走吧。好，走。
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谢谢你。一个晚上，就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刘天成死了，向以鹏、芥川和林璇同时越狱。你不要告诉我这些都是巧合。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芥川背叛，军刀计划外泄，接连出现这么多事。这儿绝对没人知道吧？放心吧，没人知道。下次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份高原家的地图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有情况随时汇报。是。那我先走了。啊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一鹏同志，我代表组织感谢你。这次行动是组织上考虑再三做出的决定，为了让这出戏演得更真实更可信，我们决定不告诉你真相。向一鹏同志，这次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没有让我失望，我本人也表示向你感谢。当然也希望你能够谅解。我知道，对于事情的结果谁都没办法预料，如果我是决策者，也许我也会这么决定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就在昨天晚上你越狱的同一时间，芥川也越狱了。
芥川越狱了。我担心芥川会对山田不利。那林雪呢？告诉我。一鹏，昨晚上和芥川一起越狱的还有林璇。我来找芥川。没事，我们要相信他。我知道，我能理解他。把疑犯的图像贴到各大重要机关、公共场所，展开地毯式的搜查。凡有以上两人线索上报者，都有重赏。是。这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来看看小宝。来，小宝，咱们去里屋啊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那天……你听我解释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是方笑，我饶不了他。你放心，我能扛过去。我死过一回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还是那么厌恶我。我能看出来，其实你骨子里是个善良的人，但是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。大敌当前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明白，现在日本人骑在咱们头上，还有那么多像方孝那样的汉奸，我现在只想把他们全都杀了才痛快。你那是匹夫之勇，光凭你去杀几个汉奸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这正是我想说的。如果你看得起我，看得起我和盛社的那些兄弟们，我们愿意跟着你们一起杀鬼子、杀汉奸。我还是那个话，不能光凭匹夫之勇，凡是抗日的大家都应该团结在一起。我听你的。现在有什么忙是我能帮得上的吗？也许你能帮忙。
他的情况怎么样？现在他的神志不太清楚，应该是受了什么强烈的刺激，而且一直高烧不退。他神志不清楚。是啊，退烧后也许会好，但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一鹏，别走，别走，一鹏，一鹏，已经退烧了，把射频输完就可以了。啊，他们是逃犯。什么逃犯？报告，淮海路一家私家诊所举报，疑犯芥川现在就在诊所。立刻封锁淮海路的交通路线，备车。是。等等，先别声张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我们带几个人直接过去。搜索淮海路一带，电告总部，加派人手，快！是是。
早就知道你会跑出来，可是我却没有想到煤机关会那么没用。现在整个上海都在通缉你，你知道你的人头值多少钱吗？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，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？我想跟你做笔交易。交易？你一个军部通缉的在逃犯，你跟我凭什么做交易？凭我手里的东西。芥川，你跟我耍什么花样？虽然我现在受通缉，但并不等于我永世不得翻身。但我拿到了我要的东西，煤机关我还会上任，这儿还是我的天下。这跟我有关系吗？冷笑，你是我带出来，这些年你在黑道里私自动作，劫持日本商船，瞒得了军部，瞒得了我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跟你做笔交易，你帮我忙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你所要的东西。不用等到事成之后，我现在就可以让你永远消失，你信吗？试试看。要是我今天出不了这个赌场，保证第二天一早也让你上这个通缉单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这个你不用问，要你做的我会告诉你。我希望你最好不要跟我耍花样，否则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彼此彼此。军部是芥川的全部，如果就这样越狱潜逃，会被他认为是一种耻辱。从他的角度去考虑，他能这样做必然是有他的目的，他一定是有什么十足的把握能够扳倒山田，他才会这样做。那他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？
在帮我们打探消息。有线索了。查出什么了？芥川住在滨沙路居酒屋。芥川果然是要和方潇会合，我亲眼所见。你醒了？嗯。一鹏呢？他走了。他也没跟我说一声。他让我跟你说，他走了。你怎么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您的照顾。我们不是说要回家吗？外面风声太紧了，我们先在这儿住几天。一鹏会来吗？快了，我现在还缺一样东西，等拿到了我们一起去找他。嗯，你再去睡一会儿吧。山田发来电报说途中起疑，以后情报改为电报互传。回复收到。
美鹏。芥川叔叔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是易鹏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做了死的准备，你呢？你准备好了吗？用我的一条命来保住整个计划。我叫严天，是重庆特勤局的人。我恨日本人，但这不是我绑你来的目的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不过你必须回答我一些问题。处境对你来说不是很习惯吧？我能理解，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呢，还是你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？一点一律，ことがわかりません。山田文夫，男。37岁，现任日本驻上海军部情报处处长。29岁在东京被招募，为军部工作。由于执行任务出色，36年被派至香港，秘密组织一个情报网。今年上半年，晋升为上海军部情报处处长一职，抵沪就任。
另精通搏击术和中文。看来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，你别忘了我是特务处的人，你的资料我了如指掌。看来你们特务处的人也并非都是无能之辈。好，你开口了，证明你不是一个哑巴。接下来我问你答，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的工作，我不愿意看到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